这是1910年，身穿长衫的林长明与女儿林徽因姐妹合影。六岁的林徽因紧紧地抱着妹妹。此时，林长明刚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回国，因此他的脑后并没有蓄长发辫。1925年，林徽因21岁时，林长明在战斗中不幸中流弹身亡。这时，林徽因还在国外留学。梁启超为好友林长明办理了丧事。梁启超对林徽因的印象一直不错。1928年，梁启超促成自己的大儿子梁思成与林徽因喜结连理。